我是贾静雯，我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饰演宋朝安。我是万圣豪，我在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饰演的是刘昭国。我是曾沛慈，在剧中我饰演的是应思月。我是林哲熙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应思聪。今天我们要来挑战我们与恶的距离关键字大挑战。你怎么找真相？